但我想不到的是，那个人没过几天就转学了，而我也在不久后的将来成为他的替代品。这次没有人能救我了，如果再重来一次，还会这么做吗？无数次在心里这样质问着自己，得到的结果却是对自己越来越迷茫，好痛。专门挑看不到的地方下手，可真是十分感谢。这伤口又要多久才会好呢？不断的重复着受伤和痊愈，真可笑。杀了他吧！别开玩笑，这种事根本做不到好吗？那家伙可是黑带耶，虽然忘了是什么的。如果想杀他的话，估计会被先反杀吧？你不会暗杀啊？没有啊，不要乱学啊！妹嘲讽到爆，没有吧？但是他们一家人全部嘲讽他一个啊！最后的情况一定会变成这样。我怎么觉得这个图好像不错哎？我觉得你应该心怀感激的接受这一切才对啊！那有什么办法？什么办法？我也不知道，过一天算一天吧。听起来好废啊！有什么办法呢？虽然转学好像就能逃避了，但我果然不想让妈妈他们担心了。而且莫晴的病确实有好转了。烂好人啊，烂好人！而且我走了的话，他们一定会欺负央宇了吧？央宇的状况看起来不像是能再撑下去的样子，所以至少我要现在先撑一天是一天吧，至少要保护好他，最少要等到他恢复了才行。还好这样的日子并没有让我等太久。一直没有反应怎么办？先试图调查一下吧。来，进去。进去吧。哎，没有人揍我啊，为什么他感觉好像被别人轮了一遍一样？你看来你又遭遇了什么麻烦了？莫山他昏迷不醒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除了昏迷不醒，他有什么状况吗？好像变得有点透明，我不是很确定。那可就有点不好办了。我记得学校之前有教过一个简单的提神药水，应该能用那个唤醒莫山了。可是材料，学校应该会有多余的材料。好，有些东西如果不仔细看，很容易忽视。谢谢你。好，这代表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们要每一个地方都给他调查过一遍。来吧，大扫除时间到。意外的很干净。其实我觉得他那个叫什么，我一直忘记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。那个奇英哦。那个奇英其实画的还不错哎。可惜他的性格我不是很喜欢。应该是拿这个这样子用吧。现在有猜到你会来问我，没想到你居然一窍不通呢。我对这种考验记忆的天生没办法。照我说的去做，先加这个，然后把这个捣碎，然后搅完它后的冷却再加它，知道吗？好，打火机、药材书，再加热一会，加入这个，放凉之后拿给他喝，这样就没问题了吗？差不多可以拿给他。那我走了，有问题再来找我吧。奇英，对啊，他性格不好，不然的话，我说认真的，画起来那个画真的还蛮漂亮的。既然你明明坚持不了，为什么又不坦然离去呢？都是重情义的人啊，罢了，都是命吧。往他嘴里塞，快点接吻了啦，直接接在一起了啦。怎么了？喉咙好痛，这不是普通药水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没事，可能是我的身体不适合这一个。现在好多了，继续走吧。真的吗？不需要休息了吗？真的不用担心了，我对你真的一点都不了解了，毕竟刚认识没多久嘛。我们算了，我们走吧。他放不下，忘不掉吧？有些人不就是这样子吗？放不下，那个放不下拥有的东西，又忘不掉那曾经的过去了。来吧，旅车啊！不让我去，这是缆车。你们好坚持哦！你们都都已经在异空间了，你们不能多去地方调查一下，看看那边有什么遗漏的线索吗？
说法那跟千根针，那你们是不是已经吞到那个免疫了？多练习也能做到吧？好钥匙，我觉得他们应该已经可以吞到免疫了。嗯，无法理解，连小学生不如。穿在不同人身上，用完了好可惜。你想干嘛？很久很久以前的事，某个地方有个平凡的家庭，温柔的母亲，严肃的父亲，落落大方的大姐，聪明的二姐，你有很棒的家人了，不论是谁都这么说，只有自己知道，在这样的家庭里，自己是有多么格格不入。说娴熟不如大姐，说聪慧不如二姐，说著作不如母亲，说英勇不如父亲，任好比不上任何一个家人，比坏倒是样样皆是。骄横跋扈一词似乎天生就是用来形容他。这样的他认真注视的是何方呢？他在讲奇异吗？在哪听到过？那又怎么样？说谎的是谁？聪明的是三妹，大姐是愚笨的存在，这样对吗？不是。温柔的父亲，当然不是啊。想骗我啊？落落大方是大姐，对。还敢骗啊？开玩笑，我好歹都有在仔细看好吗？真的把我是我是的，再见。要塞啦！都很棒，家庭对。这应该是奇音的啦，没有意外的话，因为刚刚有讲到啊，骄横跋扈，就是在形容他。交代，OK， 可以了。CP 零零五是什么？我知道 SCP 五零零啊 ，SCP 零零五还真的不知道哎、欸。能上去了，楼上应该最后吧，结束了。对了，在走上奈何桥前，也就是来到这里前，遇到一个奇怪的很小很小的女孩。哎，你终于到啦！小孩子，话说这是哪？这里是奈何桥哦，所有玩魂的必经之路。那你也死了吗？还这么小？人家不过是兽人之都，来送你一程呢、欸。人家还没死啦，是这样吗？还没死就好，要像我一样那么早就放弃哦。要不是平真的家伙放心不下哈，我才不想来送自杀的人一程呢、欸。他是自杀，他的确已经死掉了。好，我也可以自己走的。人家可是被拜托了，要好好盯着你这个家伙的，别给人家逃跑。我就和那孩子有一搭没一搭的走在漫长的路上。听说你被霸凌才自杀、还没想过打回去或者逃跑吗？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是这么轻松就可以解决掉的哦。我也想过杀了他，可是杀了他之后呢？他背后的那些家伙是我能应付得了的吗？我也想过逃走，可是我走了之后呢？那些曾经被他欺负的人一定会再次被伤害吧？唉，你们人类可真麻烦啊。不过我也能知道为什么他们会选择你啦。你这家伙想的太多，太过温柔，烂好人。我要好好的成为温柔的人。你以为这就是温柔？你是不是把烂好人跟温柔两个字搞错了？两个词。那现在呢？在成为亡魂之后的现在，你还想杀他吗？哇，可以帮你实现一个愿望哦。果然还是会有点想的。那不过我不想把愿望浪费在这种地方。可以的话，我想再见家人一面。我离开的时候太匆忙，还没来得及告别。哼，人家果然不理解你们人类呢。人类可是很复杂的存在，你不想吐槽一下说你看起来像人类，居然不是人类这件事吗？行吧，人家都送你一程。接下来的路我不能让你过去。为什么？我不能让你过去。
可是等一下，他这边有写到遗书，有什么关联吗？他门上锁了，他又不让我们过去，难道我们要回去吗？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后面路我们就不去了吧。可是不是说出口在楼顶吗？这里就可以离开了，所以接下来是段没必要的路，我们在这里分别就可以了。没有要一起走吗？再过不久这里就会完全崩塌了吧，可以感觉得出来，所以我们赶快找出口吧。我还有事情必须处理，所以你先走吧。二次元的长相不能行。不要。为什么？我总觉得你会丢下我。不会的，我一向最遵守诺言的，所以拉钩。啊，拉钩。拉钩我才信你。好，拉钩。这样能放心了吧。你先走吧。那么永别了。头好晕。在那之后，我从医院里醒了过来。医生说，因为我刚康复，就又接受到刺激，所以才会昏迷。在那之后，努力的去从生活中的蛛丝马迹找出末伤存在过的痕迹，但他就像从没出现过一般，无论我怎么找都找不到。他终究是说谎了。然后偶尔在路过缅护花树下时，会不禁眼眶泛泪。那是这样念吗？我不知道。或许是因为想起那位熟悉的陌生人吧，但内心那无法止息的悲伤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啊哈，这里是结局分支嘛？好的，果然跟我猜的一样。哎，我有存的，还有哪里有结局分支啊？有点在意。欸，不是，我这样子我有点对不起团子。欸，我在这上面写的，因为我是看他那个那个什么巴哈上面名字打的，我没有仔细看，糟糕。永别哦，所以这个图一开始的封面就是来自于这张吗？所以这边应该怎么样都是一样的。好，那所以说应该还有什么需要用到才对啊。我记得那个谜题啊，啊，在这里啦，来跟你说，我今天当了生物小老师，老师答应我愿意借我生物教室让我做实验，以后放学约在生物教室见面吧。真的吗？恭喜你，这样就离梦想稍微近一步了吧。生物老师人真太好了，以后这里就当我们秘密基地吧，钥匙只有一把，老师平时不怎么来，以后不开心的时候就来这里吧。好啊，你喜欢就可以了。我家里的人一直不支持我做实验，之前我都只能在外面偷偷做，现在总算能正大光明的做了，太好了。我要做出一个完美的成品，让所有人大吃一惊。我会一直支持你，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制作这个。虽然你的生物不好，但只要听我的指示一定能做好的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发表这个成品了。一个人太孤单了，我可受不了。杨宇，你可一定要答应我。好好好，这有什么难的，而且不用担心我拖累你，我手作能力可是一流的。我和谁？啊，这里又要记录了吗？好，果然不是现实世界。你会不会反应太慢了一点？你看过哪个现实世界突然冒出个黑影，然后嘣一拳揍在你肚子上的吗？还是这个一拳被揍在肚子上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稀松平常啊？而且为什么那么想要一个人体模型？我不懂。看完桌上的资料，那个椅子可以动，可是我好像把它推到一个地方嘞。什么活着，什么活下去，根本做不到。好累，好累，好累，好痛苦。救我，谁来救救我？我好想离开，好痛。校园暴力的报纸发生地点，我们学校。一名二年级的少年长期遭到同学霸凌，被霸凌的是莫桑，头好痛。我和莫桑认识。抢救无效通知书，他果然。打开了，哪里的钥匙？304教室钥匙。我莫名其妙的把它打开了。那这个椅子可以干嘛？它不是要推吗？所以我可以把它推出去吗？不行！哎呀，
那椅子可以干嘛？我好在意哦。只有这里不一样，这是密码锁盒子。又见面了，是啊，又见面了。既然已经走到这边，我想你应该明白所有的事了吧？不得不去面对的现实以及外在压力，全都是压垮的原因。好想继续逃避，但那样是不行的，我们都很清楚。那我还能怎么做？接受这个现实，别开玩笑了，你必须去赎罪。不去做的话，是一定得不到原谅的。只要能力虚空造物，瞬间从裤裆，等一下，可以不要裤裆吗？为什么要从裤裆？用同等分量的重量去赎罪吧。他在等你，快点，快点，去死吧！要死的是你吧？为什么裤裆啊？是他裤裆里面是有针，是不是？人家蝎子有啥裤裆有针？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可怕、欸。先离开吧。对嘛，椅子要解嘛。我想说，我应该错过的是这一个。上面有个洞，该不会是那边吧？登上去。未完成的遗书，嘿嘿。我想我离开这里之后，希望莫桑谈谈他以前到底经历了什么了。这数学题还算简单，就对了。好啦，也是啦，逻辑推理题就比较吃那种脑袋啦。对不起哦、喔，我无脑哦、喔，好不好？我是无脑猪公，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放胆的承认我是无脑猪公了。好，五位数代表我的猜测应该是对的哦、喔。Yes 啊、oh! ！相片，我看莫桑果然，让我看看。我看莫桑，哎、欸，他们两个是牵在一起，哎，你们两个该不是男女朋友吧？又见面了，明白所有事。我想继续逃避，能怎么办？得不到原谅。哎呀，你、欸、说真的，一开始看那个数字，我会吓一跳，我想知道怎么解。好。接下来，我已经都想起来了，别再拦我了，杨宇，我必须赎罪，无论是否会被原谅。是，打开门，再等我一会儿，马上就过去。杨宇，风好冷啊！该不会他其实不是要自杀吧？是央宇要自杀？哦，没有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是央宇要自杀，然后结果是那个莫桑去阻止他，然后就自己掉下去。早在三个月前的那一天就已经都是我的错。那天你离开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冷呢？我这就下去陪你。好累，好痛，就这样一直睡下去，永远不要起来吧。这样就能被原谅了吧？恋爱的味道。噔噔噔，脑回路比较清浅，快点解开。欸、可是一开始看到数字会吓一跳、欸，然后哇靠，这怎么算？这怎么算？我还要一个个算说 X Y Z 是什么那种感觉。就原来不用哎、欸，你就全部加起来就好了，加起来除以3就好了。And 3赎罪。What the fuck？ 为什么我直接跳 And 3？